跌破万元。重庆新房价格年内环比首降，五六月份曾领涨70%。这两个月，就我手上的二手房源出售情况来看，房东也不着急着卖，价格波动比较小。重庆渝北区房产中介唐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，年底新房优惠比较大，更多人愿意选择看新房。据中指研究院监测，11月单月受商品住宅占比下降及车库等低价物业大量成交影响，重庆商品房销售价格跌破万元，下跌至8500元每平方米水平。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则显示，11月重庆新房价格环比下跌 0.2%， 这也是重庆新房价格年内首次环比下跌。整体来看，2021年重庆商品住宅成交量有起有伏，但中心城区价格保持稳中有升。克尔瑞重庆监测数据显示，五一假期后，包括华侨城、玉湖一号等重庆多个新项目出现了开盘即售罄现象，建面均价连续两周上涨，库存量持续下降，去化周期仅三个月。2021年重庆楼市波动较大，中心城区商品住宅市场年初经历调整后迎来小阳春，三月回暖显现，四月受成都、西安等城市需求外溢及土拍市场热度较高影响，成交量快速攀升至高位，五月成交量冲高，随后受市场大环境影响，成交热度逐渐下降。如金科联动全国460余盘，启动好房双十一金科正当红活动，推出多个爆款房源限时秒杀，不少项目总价折扣力度超过10%。经过2天6场激烈争夺，主城区46宗地块全部出让，总成交额达635亿元，平均溢价率42.99%。